好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抽一下我们最后的30抽，好不好？火草战斗卡卡池，15火草战斗卡的卡池了哦。好了，我们来进来，话不多说，来召唤一下。好嘞，卡池啊、哦，祭品不用了啊、哦，现在啊。最后30抽，好不好？最后30抽，然后就可以保底了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像上次那个好鬼啊？最后的三哎、欸，对啊，好鬼应该是最后30抽还是20抽，忘记了。就刚好在倒数第二抽的时，第二次的抽10抽的时候撞到了好鬼。好不好？中了好鬼，不知这次有没有这么幸运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，那我们就来抽看看了哈。第一个10抽了，等等啊，好不好？等等啊。那李白现在是在车上。好不好？车上7:26，在车上开车上班接小孩上课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来抽一下我们这最后的30抽啦！这30抽里面是不是有机会给他一个来彩色的卡片呢？好啦，哎呀，一开始是红色的，现在是什么样啊？难道出现了吗？看来没有。两个红色的好像没有什么，两个红色的好像没什么作用。哎呀，怎么这样的哦？稍等我一下哈，现在在转弯中了，不方便按手机了啊、哦。上次也是在这个车上，在这个路上，好不好？抽到好鬼。希望我们这一次30抽里面可以像上次一样这么的来将，好吧？这么来将。来第二个10抽了，又没有机会。这时候还是要一个深情告白，虽然在车上时间紧迫，安全第一，我们还是要深情告白。为了 KF 老板，为了战斗卡，为了火草，哇！为了广大的玩家看到李白奇迹，可不可以让我在这一个卡、这一个抽卡、这一次的抽卡里面，时间抽里面，是不是可以来点刺激的啦？好不好？哎呦，又来一个红色的呢！今天是怎么样啊？这么好用哎、欸！早上，但是它还是一个红色的啊，它不是彩色的啊。看我宁愿让它蓝转黄，然后直接红色跳彩色。哎，钻孔者哎、欸，好来第30抽了，看来 KF 老板已经没有在看那个玩家抽卡直播了，应该没在看吧？这我感觉良好。哎呀，最后30抽，连两抽都是红色的，那这一次应该是会来个冒烟跟彩色才会比较相合啊，对不对？点前面啊，哎呦，连续三次红色的呢，这会不会有那么？当然还是没有彩色的啊。看我，我宁愿它比较红色。都来一点 不重要的东西。啊、哦，保底券来了。保底券抽到了，拿到了。哎，来呀、啊！
哦，像套卡有一种，套卡有一个啦，但也没办法换到那一个。那当然也是来选一下火草战斗卡啦。选暴击好不好？暴击伤害量，暴击的好像加战力比较高啦，好不好？包以前都选攻击啦，加攻击力的，但是就没有什么大暴击，暴击伤害量比较高，暴击加战力比较高。来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战斗卡为什么可以吃这么久呢？好嘞，那我们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就是30冲，还是没有什么，还是非常平稳的哦，全部都是开红盘哦。30抽都开红盘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彩色卡片出现。那也算是 KF 老板给我的一个支持，好不好？只能自己安慰，自我安慰这样说了哦。好，这里是李白，我跟新频道，我是李白。那我们下次抽卡见，大家拜拜，早安，行车注意安全，拜拜。